给你，怎么都不接啊？啊，我最近在拍戏，很忙。你看忙的我的皮肤都那么干变的。我看你的皮肤挺水润的。真的吗？啊，快告诉我。哼，被你发现了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明天有时间出来啊，然后把我的小秘诀告诉你。好的好的，那明天见喽。好，明天见喽。明天见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有个地方想要推荐给大家，跟我来吧。这就是我的肌肤秘诀美迪惠尔。的美丽的明洞旗舰店啦，走吧。无论你带了多重的行李，都可以在这免费寄存哦。说说你的皮肤困扰吧，干燥、暗沉还是松弛？其实当你气色特别差的时候，你可以试试这款乳霜质地的蛋白面膜。这款就是我和玄彬我爸一起拍广告的那款 MMF 水润保湿面膜，真的保湿效果非常非常非常的好。对了，还有这款真的是我最喜欢的，美容效果非常的好。它虽然是黑色的，但是敷完之后皮肤会非常的白皙跟嫩黄哦。那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款面膜膏。对，还有这里这款是最近和 LINE FANS 一起推出的新产品哦。你看 LINE 的卡通形象是不是超级可爱？就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，再出发吧。OK，Let's go。To start